恋爱剧本约会日，上面有个卡片，送你的，送你的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接到话，所以想送你束花，这样蛮惊喜的。这是什么？美少女战士啊！我不要美少女。为什么？一个男人就是要带女人看这个世界。哎，我做到了。相信我，来吧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华尔兹，比我自己的预想要好很多，我可能会记很久。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一刻活泉独家冠名播出，一刻活泉伊利集团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配对采购位的银鹭花生牛奶首席特约播出。上肤串小程序唤醒你的潮流穿搭，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，每周三12点抢先看正片，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恋爱观点。愿每一句喜欢你都能等来，我也是。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收看爱奇艺青年社交观察恋爱治愈系综艺喜欢你我也是。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伊克活泉独家冠名播出，伊克活泉伊利集团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配对才够味的银鹭花生牛奶首席特约播出。上周该约会的都约会了，约完了之后，有的好像是感情升温了，但是有的就出折扣了。并且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新信息，有新人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看一看新人到底是谁。各位，让我们来进入到本期的唤醒时间，轮番上新的小屋。所以贝贝，你们今天什么行程啊？我们今天就是去逛了逛花鸟鱼市场。怎么会有人主题是花鸟鱼市场？提前体验老头老太太，很适合他，老大爷的老头老太太。哎，真的很适合你，很适合他。哇，这是谁的花？哦，这是花花的花是吗？应该是，好漂亮。嗯，满天星。嗯嗯，浪漫。我说我喜欢温柔的可人儿。然后我说你会不会？然后他说要怎么办？我说教给你一个速成的办法，就把所有要说我的地方都说成人家。然后再来就是展现一下你的学习成绩啊。人家好累啊。他开始 emo 了，他才上头呢。啊，我对他也好心。真的，你看他跟大家都不待在一起。嗯，是我，那一只应该是我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在这里上班，大家已经回家了，你还在上班。几家欢喜几家忧，可不是。